给关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可是挖开，不烂不烂，弄吃吧，弄吃。你还吃吧。困得乱。对呀，我背。可是吧，这俩外甥，我一个外甥，你也聚在一块儿来的哥。我可敢说，这一个比一个尊。嗯。说俺家一尊。嗯。嗯。有毛病呗，说这话。没毛病。有毛病呗。有，一会儿我给说吃了拿盆儿，是这是吧？拿盆儿的人。不出来。不领的人，你看俺家一又白。又瘦呢，这身材又好。嗯。我也瘦，我有120了。那你猛一别蹲。叫叔叔说完说，谁蹲这个？我。吓你！吓得我嘴巴都掉了。不是你害怕啥来着？吓啥来着？给你哥他大妈这。走吧。掉电不吃吧？不吃吗？吃哪一口？啊？不吃。你就吧，吃。不来，都村里天天吃，不该不行吃了毛病。是说你看他俩谁蹲着不？不是你说你班是谁蹲的？先说，我第一，啊，你俩并列第二，是吧？并列。那咋并列第一呢？这至少得有个最帅。不是叔叔，你说一会儿把俺俩得罪了，他说你俩并列第二，俺是第一。我说一会儿你俩，你说，一会儿腾个屋，一会儿治他，腾个屋，我搬屋来，我当你点事儿似的，把你拐两回屋里，害怕也没着，不害怕，害怕了赶紧来点求助意义来，意义给你。给你改成病也还来得及。你求助意义给你室友玩的。嗯。哇，这一个比一个高，这长得。一会儿要给你叫咱比比嘞。真的是我最。就看你比我高多少岁嘞。我。嗯。啊，这我给你比着啊。那我哪招跟谁比来的？咱还给说说比，咱还给说说比。说个比比哥，咱说的也不会是呗？比比哥，比呗，是人兄弟呗？一会儿比一会儿比。哦，你看，嗯，是人兄弟呗？是，对吧？我给他一摘就摘，来，咱俩比，咱俩比，咱一摘起来吧。你还不比我高，你还能活呗？你，哈哈哈哈哈！还看个最高。我跟一是一个玩，你俩这，你俩这，哎，你俩我们家一也高，我这边坐吧。说了，你这让我比妹妹。说了，我家伙。哎呦喂，叔叔，你看你是吧，大卫？我敢说，我这不站。你站对什么？你站对什么？我不，是吧？站好。不是你俩都这么高呀？这你都长得。嗯。叔叔有一米八来呗，叔叔。有。妈，你一米八，你跟我家说一个呗，是一个是，我这我家说黑的，我这打篮球打的，俩是。你一米七几？七五。哇塞，那家也有一米六八。差不多吧。我一米六五。还有多，别老说粗两圈。不是我这个个儿要是跟一般人在一块待，挺合适，跟你在一块一待。咱明儿上街，咱仨都这个样。这站不站中间，站中间，一边站一个，你俩站中间，俺俩站一个。表姐保镖，来，快点，走，走，挂结了。哎呀，坐着你吃着嘞，一会儿给你洗个头吃饭吧。不吃。你俩给谁吃头？我也起来刚吃白饭，蹦着起会儿吧，一会儿坐着起会儿吧。坐着吧，你俩别嘴硬，坐着吧。嗯，说这个一米八的大哥，你不要再脖子长了啊，再长一个太高了。
搞得你都支不起来了，支起来，挺起哦，挺起胸部，配个布撑腰。我这身高缺胳膊呀。人家长岭家长颈鹿是，把我逼的这。就不要搞点布，一段一段段搞来的。站着都摸出大针。不是你，他说你站着是不是可没距离？一看就是。我们不是在远方。看你们这太低了，不自在。站住！那你弄个毛衣，不用站那么直了。你跟你们这哦，对。啊，对。这对老哥，你这个对了，你带孩子去打篮球队吧。哦，这。行呗。这，没联系。对了，你带人一打着啊。没哪个。他可不张了。对。那这个站了，这么高了也。主要是你从小练习。对。是呗。嗯。要永远学着打篮球。坐着坐着，我天，这队伍一个比一个高，啊！这么这一带了一个，没法跟你在一块待了。